商品的包装太多了，然后拆开之后，因为人类把外面的垃圾丢掉，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。我们想要制作桌游来让玩家在玩的过程中意识到环保的重要，还有过度包装会造成碳的增加。所以最后我们是要让他觉得，他以为他先去查询牌卡上的任何资料，例如那些碳商品的碳足迹，以及商品外包装的那些碳排放量，还有它的材质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，让玩家可以获得正确的相关知识。就是让抽出大礼物的人意识到，这其实小东西不需要这么多的包装。发现我去超市都会看到，会对包装比较敏感，会尽量去买那些包装比较少，而且那些商品是比较环保的。如果他有附赠袋子的话，可以把那些收，可以再就是收集起来再重复利用。可以让玩家意识到过度，也要减少过度包装，也让玩家意识到那个碳足迹的高低重要。